大家可以看一下啊，我发的球，我发的是比较上旋，大家可以看看他摆短摆的是什么效果啊。大哥，你这啥摆短？控制板型。你看他摆短基本上都是半勾。大家可以看啊，非常不稳定，因为我发的确实比较上，比较拱。来，冯先生你发俩，我教你这时候怎么摆短。你知道你为什么这球摆不住吗？啊，点太晚，而且合力没合上，其实就是一个，你看我手腕不动，手指不动，所有东西我都不动，我只往前一放，我就能摆住。发一个方式，短的，大家可以看我版型，啊，简单吗？一个合力，你这发的不够上，发上，看着吗？大家可以看一下，版型，一个合力，一个卸力。控制好版型你就能摆住，来再发一个。根本不需要那么多技巧。很简单，你看我啊，我不动，我摆这我都不动，我就放在这儿。你看你做了多少动作，你还是摆不住。越简单越好。控制好你的版型，来你再试一个。强低一点啊，控制版型卸力啊。哎，可以没错正，感觉是对的。哎，再往下一点卸点力，再往下控制版型。难吗？这不就摆住了？点晚了。难吗？别动手腕，别动手腕，用脚去找球。点，哎，你看你这是什么点？来，你发一个。按你这个点我也摆不住，按你这个点我也不好摆。我不是跟你说了吗？抢低一点，这不就完了吗？抢低一点，控制，哎，手腕不用动，抢低一点，对吧？把版型一控制就行。我告诉大家怎么去练习摆上旋啊！啊，给他发个这个，给他发这个，来摆短。大家可以看一下啊，这个房一池给他发的这种高球，练的是什么？一个击球点、强点，再一个就是卸力的感觉。你只有做到这两点，你才能搓这种球。来，你再发一个，你看。他搓了两个球，都是搓在这儿，这就是什么？找合力点找不好，明白吧？这是找合力点找不好，所以你先把这个击球点找好来。你看这个点慢了，你就摆了半高，懂吗？你之前的那两个点是抢快了，这个点是抢慢了。来，你发一个，看我摆一个，大家可以看，用这时候用身体。看着没有？这个就是技术，你知道吧？所以我跟大家说，这个没有那么难，没有那么难。这是一种训练方式。大家如果摆上旋摆不好，我建议大家练一练这个，就是发这种半高球，大家去卸力。你这球找好点能摆住短，你所有球都能摆住。来，你摆一个，再来一个。点晚了，而且往前捅了，卸力，强点卸力。好球，但是有危险，手腕别动。你看，哎，你看你是怎么摆的？来，我学一个你，身体站得直，靠这个手腕去这么摆。你是这么摆，你看我怎么摆的？我身体趴在网上啊啊！我个个我摆的球都是不走的。现在博哥教大家是训练方式，这个就是技术，你懂吗？你发再发高一点，越高越好，再高一点。对，大家记住以后可以回去哦。大家可以看一眼，这就叫基本功。按照我这种方式去训练，我一个都不会失误。就是这么难度的球，我都不会失误。你再试一个，你看你能摆成什么样？哎，首先你要知道它这个球落起来，你怎么能击正板面合上力？你连板面都击不正，这球你也摆不了。先碰球。击正板面，好球，板面击正了，你就有机会。来，你先试，好球，点慢了吧？能感觉到吗？为什么点慢？腿没上去，靠手够了，身体，我靠，漂亮！慢了，点慢了。小学乒乓球的
哎，你看你摆的短啊，有时候摆上了，到比赛还是没输，因为你靠还是有点靠手腕。大家记得点关注啊！来，我学一个他摆短，你看，很靠手指手腕不好找点的，你看我也不好找，你一定要靠身体，你靠身体去找点你才好找，你靠手指手腕，你摆上一百个，他有可能五十的几率是蒙的，你比赛还会失误，你用身体靠肘。我摆上，这才叫真的东西。来，再发一个，看着没有？停住，这个是功夫。我教你的这种训练方式，你去做，你再试一下，别用手指手腕，靠肘，靠身体。来，我拿着你手了，来，对，发一个。太高了，能找到这种感觉吧？来，能找到这种感觉吧？啊，有没？有没？一个都不会出台。来到直播间的朋友，找这种泄力的，摆住了吗？好球！摆住了吗？来，再来一个。摆住了吗？摆住了吗？来，再来一个。可以可以，这没上够，手多了吧？靠身体，肘肘，不要去切它。行了，今天就教你那么多了。我跟大家说，为什么摆短？摆短呢，就是限制对手的发球，限制对手的进攻，就是你搓长，你有可能会被对手拉，你是被动的。如果摆短，你摆高了。也会被对手挑或者拧拉，你还是被动，但是你摆低了，对手进攻不了，对手回搓的情况下，你就有机会进攻他。所以所有的短球你能摆住短，你就是占优势的，大家懂了吧？现在这个乒乓球就是为了不让大家去摆短啊，都是以上旋球为主，所以打起拧拉，打起实力，大家都喜欢这么打，但是你摆短，你会摆短了，你就是有优势的。所以摆短对大家来说非常非常重要。